那你小时候没去过光头，我估计你。小时候去过好多回光头，爸爸去的。那为什么头发也不是特别厚呢？可厚了，他头发。我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好住院。今年病了，好厉害！今年病了，着急。失眠乱七八糟。妈，我有点感觉像刮掉了一层皮。我要长四个月才能长得像那么回事的，长四个月。没事，他不是有一顶那个小短发吗？给我那个小短发就行了。两个月吧。还能工作，还能见人。你现在每天要上班吗？对。之前不上班，陪着我妈。但是小护士跟我说了，那护士说，你现在。你们是，你陪着你妈不是你一个人没赚钱，是你们两个人都没有赚钱。但是万一钱就后面后续跟不上了，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我就赶紧去找了工作。但是每天上班只要空下来，我心里满满的都是我妈，我总是各种担心。太孝顺了，好孩子。那你现在工作是也是化妆吗？不是，我现在的工作是卖衣服。卖衣服。就是虽然他是那个搞批发的，很累，但是工资高一些。好，这么脆点，我拍一张啊。就不拍，你拍完照片，你就可以剪一下。行，好。因为我要拍那剪的过程嘛。妈，你这个过程真好，有你陪着我。没事，剪了算了吧，这都剪短了，好打理了。有你在真好。这会儿千万说别说不剪，不剪就可丑了。就是，不会。是不是推得更慢了？对，推不动了。慢点，最好不弄伤了。啊。推子特别安全。是啊，推子它又。但推子都推不干净。要不你用旧发票刮吧。用旧发票没事，新刀片确实是。新刀片特别锋。我有时候用那个眉刀也是。哇，你头上长了好多小包，难怪刚才刮破一点。你可能是最近上火了、我失眠。头上有小包，小疙瘩。好疙瘩啊！好，你低着头啊，我拍一张。你拍张多难看呀，就疙瘩。低着头，低着头。稍微抬一点点，看我这里。脸上一样，长了小的小痘痘一样。对，就在脸上。对，别翻过来。是啊。就是气虚的这个，知道吧？可是我这个伤口怎么办？会疼吗？这个不疼，这是它消毒消毒的作用。凉不凉？不凉。我就怕蜘蛛伤口。这个要拍是吗？前面空手，我拍的时候会收。好。还洗一下呀，这个。哇，好多皮呀、对呀、所以说这个还得处理是吗？刚才刮的那个，因为好多那个。哇，没了，只有头发。下次穿的裙子照得多好看，化妆。以后不穿裙子，以后都穿裤子，帅帅的，看着干练的。要拍了吗？好，我拍了啊。嗯。再转一下，转到那边，完全转过去。好。再转，再转，再转到那边。好。好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哎。这个开始拍了啊！好，低着头啊。这刮安全。对，这个安全吗？行。这
不好。因为我又怕再给你弄伤，因为这个上面你的那个图上那个疙瘩太多了。嗯。好，开始出来啊。好奇怪，反正头不是我自己的。嗯，我就洗容易断裂。好，开一点头。嗯。这关我们就结束了啊。好。你也没吃饭过吧？我晚上不吃。减肥。对。我还不吃肉。哦，我也不吃。素食主义。我也是纯素食主义者。嗯。那你今天找我减工是对的嘛？还有共同地方。爷给你四分的吃肉了，你看长得好胖，哎减肥的，能不说实话吗？说实话，男同志怕啥？又不是女孩子，女孩子我肯定不说。我就是长胖了之后才不吃肉的。我是从小都不愿意吃鱼，啊、特别是鱼，嗯，鱼肉我都不。不喜欢吃是吧？对，只爱吃素。我同事他是只吃肉，他说素就像草一样，就是菜。胡说八道。说就像是草，我不吃，一点都不吃，一点素都不吃。嗯。看你那会儿姐要哭的，这会儿都没有哭的意思了。没有，没哭，我就是有一点点心疼。心情它有价值了，你不心疼啥？那明年夏天都留好，头发长好长了。那明年应该能。好了。好多好多眉毛都刮干净了。眉毛我还没画呢，你不画眉毛太稀疏了。那你吸了你自己应该全剃了，再让它长吧。你们做这个的应该。但是面向学生，你们叔叔不要轻易剃眉毛。为什么呀？毛那个不知道。改变了，比如说把命脉都改了。好好的头发，你不要动，好家伙的，你不要动。嗯。干毛巾一擦就掉了。对，干毛巾擦就掉。好多女孩子这个画眉毛长得不好，都不是剃完了。全剃，对我们同学也是。你剃过吗？我从来没剃，我就把这旁边几根杂眉，就是三四根给它。那你应该，你应该剃完了试试。嗯。是吧？好，好像干净了，就是后面没，后面这些没弄掉。扎，还扎吗？慢点，小心。嗯。你看你就那么几根比较丑，是吧？嗯。是不是还扎？我看一看。妈，你给我揪揪。应该是不多了。我说了，你知道我大起大落的头发也是这样。大起大落。好了吗？好多，你不要动。我好久不动。非常舒适的。非常舒适。不痒吗？它就不痒。好，慢慢放，看着镜子这边，侧一点，看着镜子啊，再转，再转，身体转过来。好，行了，别转了啊。这个就正好。好了 ，OK， 我把这个关一下，我把这个关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好。松是吗？松，放下。然后你借你一只手行不行？嗯。借你一只手，就这么拿着，我拍一个手，你那个手拿着。哎，完全拿出来啊。嗯。
你头近一点，看前面一个椅子。嗯。就往前看一点点。好，结束了。哎哎哎，真的。